What's up, guys？ 欢迎回到我的 channel Joshua TV， 我是 Joshua Joshua。然后今天我要带你们出门，对，我要带你们出门去看一个新的 project。这个是位于 Damansara Country High 的一个豪华公寓，所以它到底是多豪华？然后这个公寓到底卖多少钱？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Let's go。So, 第一个我们就来看他们的 Type C, which is 1426 square feet 大的，然后他们是有一个 dual key 的 layout 咯。What's up, guys? So, 现在我就是在他们的 master bedroom， 然后你刚刚一走进来 master bedroom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很大的位置，这里你可以拿来做你的 walk-in wardrobe， 然后还是通到去，就是跟那个厕所是同一排的，所以如果你做 walk-in wardrobe 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折着，然后就是变成一个 walk-in wardrobe， 然后 hidden door for 你的那个厕所。然后进去厕所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feature wall 在这里，所以这个是厕所的 feature wall， 然后他们会给你的。然后这个是 full tiles 的厕所， and then here 地板它是用那个 engineer tiles， 就是很像木板的，它是跟那个你的房间是一致的，是一样的。然后这里他会给你一个 bathtub， 哇，有一个 bathtub 在这里。他的那个 sink 啊，还有他的这个厕所马桶啊，都是给 American standard 的。OK，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二房，然后二房是蛮大的，因为他可以放一个 king size bed here， and 他旁边两个还有位置给你放你的那个tabletop。然后你的灯啊，然后厨的位置在这里咯。And then 它是 full size window， so it's 从 top 到下面都是 window。 And 我一样东西很喜欢的就是哦，它有这个 feature， at least 你下雨的时候是不是它漏水啊，它不会漏到下面地下。通常如果是只是一个 wall 的话，一下雨它就会吸进来，然后就会弄到你的地下室室，所以这个 at least 它有一个东西顶着，这样子以后如果有什么漏水还要修的话比较容易修啦。那现在我就是在这里，就是它的小房，然后小房你可以看到它做一个小孩子的 feature wall 在这里，就是给小孩子爬山啊这个东西，所以这个 ID 其实是蛮不错的，蛮新鲜的，给小孩子是特别好玩的一个 ID。So, 小房的话，它的整个 setup 就是放一个单人床，然后厨在后面，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 study table 在这里。So, 空间感是蛮不错的，然后它的那个屋顶的那个高度是蛮高的，所以你就不会感觉到很有压迫感。然后它每一个房间呢都有窗口，然后每一个房间都是跟你的那个 balcony 的那个 view 是一样的，它都是向着去 balcony 的。OK, so 这里就是它的客厅。 As you can see, 它客厅的宽度是蛮宽的，应该是 standard size 啊，就是十尺的客厅，然后放了一个椅子下去，然后你的电视机还有很大位置可以放。这个就是它的 balcony 啦， and then 它有一个 L shape 的 balcony， so one balcony 是从它的客厅那边走出去的，然后第二个宝格尼就是在房间那边出来的。给你看一下它的 L shape 宝格尼是怎样的，它 L shape 宝格尼是这样的。出去，这个就是它的宝格尼。OK,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里就是它的整个厨房，它厨房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L shape 厨房，然后后面这里我去这的就是它的所谓的第二个通道，它不是压的，它就是一个第二个通道，一个走廊，让你走进去过后，你走进去过后，你就是这里出来，就是一个圈来，然后中间这里就是那个厕所，然后后面这里给看到这个门，是不是这个就是你的 second door？ 因为这个有点是一个前四方层的 unit， 然后它是有两个通道，两个 entrance，
So if 你把这个 entrance 的那个整个通道封起来，它就变成你的 dual key 了，就变成一个 studio room。这个只是从这个门可以进入，然后那个门就是去到你的客厅啊，还有饭厅啊这种东西。OK， 所以现在我们看它第二个 showroom， which is Type A， 他们最小最小的 unit， two room two bathroom， 924 square feet。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整个 layout， before 我们进去，它一 entrance 进去，左手边就是那个 kitchen， 右手边就是他们的 plus one， which is the study area， 然后他们的 public toilet， which is having two doors， 一个是 direct from your bedroom to， 然后第二个是 for the public， direct 是 connect to the dining area 的，然后你的 living area， 那个 balcony， master bedroom and master bathroom。这个就是没有balcony的了，这个房间只有一个窗口，然后是也是跟你的balcony的方向是一样的，然后它是 full window height， and then 它窗口是可以这样子开45度的了。 Soundproofing 是蛮 OK 的，当你开的时候你是可以听到外面的吵杂声音。当你关掉的时候，蛮安静的。So soundproofing is not bad。然后我要说你们的事哦，不管它是小间或者是大间，它厕所都是超级的大的，然后可以放一个 bathtub 在里面，放一个 bathtub 在这里，哇哦！如果你看我人的话，这样子我都还没有到那个厕所，其实是蛮大的。So yeah， and then 它每一个厕所都有给一个 feature wall 在这里。So 他会给 feature wall， full height house plus the ceiling， 然后这个地板就是那个 engineer house， just like 跟你的那个房间是一模一样。 So 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厕所有两个通道，一个是从你的二房通进来的，一个是从外面。 So visited 的话就直接从外面进去你的 public area， public toilet 咯。But 如果你是住在这个二房的话，你就直接从你的房间就可以 access 去这个 toilet 了，这样就很方便了，你不用再从你的房间跑出来再进去厕所。 So 已经看屋子了，现在我要跟你们讲三个我喜欢的，三个我不喜对于这个 project 不喜欢的东西。 So 先讲三个我不喜欢的。第一个就是它是 right next to the LDP toilet， 然后如果你从 LDP toilet 你是在右手边，右手边过那个 smart tank 过那个 toilet 的话，很有可能你就很容易 miss 掉那个入口，那个 Damansara Country High 的入口，因为它是用 Damansara Country High 的入口，它是跟 Damansara Country High 同一个入口的。然后第二个它是 commercial HDA 单身，所以虽然它是 freehold， 但它是 commercial HDA， 所以它的水电单啊会比 residential 来得的高价钱，稍微高一点它的价钱。然后第三个我不喜欢的就是它的整个 building outlook design， 它的那个 grand lobby， 它没有，它是比较 minimalist 的，比较低调型的。在这个价位你是 expect 它有一个比较 luxurious 的 grand lobby 的话，这样它就没有了。 OK， 所以现在来讲我三个我喜欢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它的 unit 里面给的那个套，所以它给的套是Engineered tiles and holographic tiles， 它不是那种普通的 2x2 tiles， 所以它是比较高密度的，然后它的这个 engineered tiles 它就做到很像那个整个 wooden floor 这样子，所以就是很美，很好处理啊，很容易清理啊这些东西。第二个是它的厕所，它是有额外一个 bathtub。 OK， 所以它每一个 unit 的厕所都会给一个 bathtub， 但它的厕所是蛮大间的，它不管是900多 square feet 或者是1000多到2000的，它的厕所都是蛮大间的，它不会是那种小小间的厕所这样子。然后第三个最后我蛮喜欢的就是它的整个 unit layout 是蛮宽蛮大的，连它的那个 ceiling height 也是蛮大的，所以它做好 glass ceiling 它还是有一个 10 feet 的 ceiling height， 所以你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空间是蛮大的，然后不会很有压迫感的感觉。然后它的最小的虽然还是925 square feet， but 它有多一个 plus one， 它的 plus one 是真的宽蛮大的。
对 ，unit layout 是蛮 practical 的。所以这个就是 Hampton Damansara 这整个 project， 然后它的 pricing range 是 range from 700多千起跳。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知道更多，想要了解更多这个 project 的话，可以点击下面的 link， 然后去联络他们，跟他们 mention 我的名字的话，可能你们会有一个 mysterious gift。 这一集就到这里啊，如果你有任何东西或者是你有任何 project 想要我去看的话，在 comment 下面留言给我知道，然后我就会安排去看。我们下一集再见，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按 like 分享，然后我是多斯娃，下一集再见，拜拜。